贝贝啊，哎，我检查一下合同，你车慢点开。好嘞，老板。叫什么老板？不在公司叫什么？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。真是你啊，我靠，马经理，你别说话，老板，马经理是碎嘴子，嘘嘘，别说话啊。哎呀，快快滨海大厦送我去一趟。哎呀，那个不是马经理，我今天有事儿。我不是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我这个客户多重要你不知道吗？你赶紧送我去一趟啊。您那个确实不行，你要不得你打个车，或者是你等其他同事行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合同要是赶不上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你赶紧啊，你快点。你客户重要，你还等下班再去，是不是？你懂个屁啊！我不赶到下班点，晚饭你给我报销啊？你报吗？啊？不是，马经理，你这样咱老板知道吗？他知道个屁！我告诉你，老板不在，就是天上掉个钢镚，他也姓马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你这样事咱老板肯定会收拾你的吧。你赶紧的开车吧，给你送我去一趟，好处少不了你的啊。不行，我真有事儿，马经理。哎，行了，算了，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，你送我去的，怎么样？啊，那倒是不用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我正准备要送他去。哎呀，你有没有男朋友我还不知道啊，还送你男朋友，你怎么不送你妈去呢？真有意思。送谁妈？不是老板，你不是我不是我不是老板，我跑我。